兩杯午餐小兵話見到會揮就得啊！曾經係委員亞洲會長嘅兩杯會，尋日出席活動嗰陣，講到梁小兵因為冇穿屬會外套而俾本屆會長陳輝陽責罵一事，兩杯會就話曾經聯絡過梁小兵嘅，但係對方就搞事回覆咗三句啦。我係烈女，你係才女，你乖乖地坐埋一邊啦，我自己一個人頂得噶啦咁樣。咁你認為小兵有著大會 T 恤，但係冇著外套，會唔會冇著團體性啊？我而家已經唔係理事啦，咁我你過往係嘛？我要求 OK， 如果我睇翻張相咁樣，我覺得都睇到係慧妍嘅 logo 嘅，咁又即係冇問題，係咯，我覺得冇問題咯，係咯，真係小題大做。件事完咗啦，都真係少啲評論好啲，係啦。